哇塞哥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颁证大厅这里了，进去看一下外地人能不能在东兴本地办护照吧。我估计有点悬啊。去看一下能不能办。真的有点悬，因为怎么说呢？应该他是你的户口在哪里，你的户口所在地就应该在哪里办，是不是？但现在好像听说是可以办，就凭身份证就可以了。那就带身份证去就可以。那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去看一下能不能办吧，咨询一下好不好？能办就最好啊，不能办的话，那也没办法，只能跟阿英在这里叫什么东兴，东兴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有是吧？好的，就是不能去越南找小姐姐了哈。对，东兴也有小姐姐。东兴也有小姐姐，我喜欢国外的了。既然来到这里，我就喜欢国外的，那我们直接去咨询一下。这里的太阳好像晒得我更白一点了啊，主要就是你太白了，搞得展现我就太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是你们认识的阿英啊，然后今天我来到东兴，准备出院了，但是呢，他说要办什么证，估计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了。阿英，要办护照，要15天就可以出来了。15天？4到5天。4到5天。护照，然后还要签证也要办理，周边。那在这里待好久？7天。那到时候你要带着我去玩。哎，到我办证了 ，A61。A061啊，到我了。Later。哎呀，那证又办好了啊，然后接下来过越南。要不要请到保镖来？会不会嘎腰子？不会，人家说的那么恐怖，越南现在治安很好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是越南人啊，那到那边你能保护我不？啊，你那么大个是你保护我才对吧？你看阿姨的牙齿上都带钻的，啊，那牙齿怎么带钻啊，表妹？镶上去的呀。镶上去了，有点好看哦，是不是？镶一个嘞。我不要，那准备去越南哪些地方玩？带你去下龙湾。下龙湾有什么好玩的？那里我听他们讲，就越南美女。哎呦你妈！美女也有。有没有你这么好看？有的，比我好看的多了。是不是？那这个东西可以带回去不？那靠你自己。空运回去呗。靠你自己。靠我自己是不是？嗯。哦，你说去哪个地方？下龙湾。下龙湾。哪里啊？河内。河内，看河啊？河内就是我妈那里。去你妈那里？啊？就是我家那个地方。啊、那到时候过去那边就不用住酒店了，直接住你家可以不？我家没有地方住的。哎呀，哇塞，走到哪里都没人要一样的，怎么办啊？在住酒店那边要带多少个亿过去玩吗？反正你带一点过去就。随手喝瓶水都是几千块的那种，一瓶矿泉水几千块，嗯、这么恐怖的吗？一万，相当于人民币多少？3块，这个水比我们中国的消费还更高，对，是不是？中国3块钱都可以买瓶可乐了。你可以自带矿泉水过去啊，带多了它会不会搅掉？不会。不会是吧？不会。那我还不如直接去你家里喝。啊，也可以。是不是？你家水就有吧？有水。那现在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在这里等这个证。那我躺到房间等啊。带你去找找我几个闺蜜，是不是？你介绍闺蜜给我。真的吗？那一个就可以了。一个就可以了，不要再找。啊，这么容易满足，对我很好满足的，一个就可以了。要么就一个一个来吧。也行，是不是？也行。到时候你闺蜜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去？会，阿英会跟我们一起去。你不是阿英吗？不是阿英，她是阿英，草字头那个英威的英。你叫英，她叫莹，是吧？是。哎，那走吧，我们看一下，明天带你闺蜜来让我认识啊，还是今天？都可以，你喜欢。啊？你喜欢。随叫随到的吗？对。OK。那等一下去见闺蜜去啊，兄弟们走吧。现在我接下来我就跟着阿英混了啊。阿英，如果我的腰子被嘎了的话，粉丝会来找你的啊。记住这一点啊。现在视频为证啊，兄弟们，为了如果我安全回不来的话，就找阿英啊。走了。
哎，你笑得这么开心干嘛？哦，你终于可以跟我去越南了。去越南，你真的不会把我卖了吧？不会，因为我在那边语言也不通。最多你就在那边当上门女婿嘛。那个字我也不认识。你慢慢学。一二三四五怎么说？母胎八婆男。母胎八婆呢？嗯。母胎八婆呢？吃饭呢？安根。安根。安根都是我们老家说的睡觉一样安根了。安根。对对对，言归正传，言归正传啊，这个证已经办好了，但是接下来的时间我只能在这里等个三四天了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耐心等啊？我一般都是坐不住的人，说不定在晚上我就一脚油门，我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是吧？哎，今天晚上带我去哪里饮杯酒了？哎，带我去找广西的表妹啊。问问他呀。表妹，我来了哇！真的来了哇！走吧，我们直接回去等证了。